接下来为您播出大彰化新闻。用真时代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的开播大中华新闻，我是林桂英。今日是新历的109年9月21日，旧历的8月初5，礼拜一。好，这新闻一开始，咱就用30秒的时间来看卖今日有啥物重要新闻。河北镇公所举办中秋薄饼比赛，和河北乡亲体验老祖宗流传落来中秋趣味竞赛。民进党山西联络处特别伫咧肉粽角的布花摆桌啊，邀请党员来到这欣赏美景，品尝海味料理。中心和着文教基金会甲应景乡共好协会做会举办中秋活动，伫咧月光下欣赏灯光秀及美食。新闻一开始来看热闹的现场，河北镇公所伫咧德美公园举办中秋薄饼比赛，现场哦是办满80桌，嘛来吸引着真侪河北的乡亲，做回来体验老祖宗所流传落来中秋趣味竞赛。下礼拜就要过中秋，河北镇公所18号暗时伫德美公园开了将近80桌，招地方乡亲到阵来耍中秋薄饼。状元来了！我们今年所办的是第二年，我们第一年是试办，所以成效不错，在我们的一个民众的一个支持之下，我们第二年再来办理扩大的一个办理，也在我们彰化文化创意协会的指导之下，以及我们富邦人寿的一个做裁判之下，能够圆满这个活动。好来啊，来先做个合影好不好？恭请开播。河北镇长刘厚爵特别换上状元的服装入场，带领公所团队个里长等人要来斗阵博状元，看啥人的运气较好。没有三个，要三个要四。没有。然后就几次中秋薄饼活动非常受到欢迎，所以今年特别扩大举行，现场摆了将近80桌，够真侪人无到报名，真可惜。这届薄饼搁加含抹菜活动，希望甲乡亲提前度过一个难忘的中秋节。德中华新闻叶芳有何美彩虹报道。那再来把镜头转来去山西肉粽角，民进党山西联络处特别邀请党员来到这欣赏日头落山的美丽景色，然后再来摆桌啊，让大家拢会当直接吃到现捞的海产，暗时阁有灿烂的烟火会当欣赏。马上就要过中秋，民进党山西联络处为了联络在地党员的感情，特别伫肉粽角美景搭设浪漫餐桌，邀请党员哪看到的美景，哪吃在地现捞的海产，享受人生。那么这个地点呢，是伫咱山西乡的山西工业区外口肉粽角吼，诶，这个青南南二路这个所在吼，沿江深入海中吼，啊，多一个高地。非常适合来办这个海边的一个飨宴哈。啊，咱看到呢天然这海产，啊，加上了海风徐徐吹来，啊，佮有看到足侪这乡亲啊，带咧这个乌这个哈，这个蛤蟆哈，啊，佮有这个咱咧看到鹅啊，等等，啊，这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所在哈。真侪咱啊渔民吼，伫遮做工课所在，但是真侪咱的乡亲哦。唔知讲有遮尔啊好诶一个所在吼，你啊看暗时伫遮吼啊来办这个中秋晚会吼啊，也是一种很独特的一个一个
个响应啦吼。民进党刷西人的村主任谢在书表示，最近伫因缘际会之下，看到伊母海小旅行团队伫海边啊布置海底餐桌，感觉真趣味。得到了解了后，发现刷西海边啊真正有无限的发展可能，所以即届才拜托伊母海小旅行的执行长黄敏佳来协助筹办即届活动，让更加侪人看见刷西特别所在。多种化新闻也丰富，刷西彩虹报道。中秋节之前，鼎新和蝶文教基金会是跟永靖乡共好协会做伙来举办永靖甲月娘来野餐的活动。恭贺早期厝边头辈摕到这个医疗啊，来到户外纳凉饮茶开讲的景致。另外，现场阁有国际地景艺术大师林顺良打造的精致地景艺术灯光秀，通看。在地景艺术大师林顺良打造的精致地景艺术，透过灯光，是予中地艺术更加美丽。配合着五彩缤纷绚丽的灯光，一边欣赏美丽灯光秀，又够美食会当享用，不少乡亲是感觉真幸福，嘛真感恩。很漂亮，怎么说呢？它有很多种颜色，然后气氛很好，希望每年还可以这样子。Okay, 让大家一起中秋节的时候可以这么有这么好的活动，举办这么好的节目啊，让咱呢吼会当来参与啊，发现到咱永靖的水，咱永靖人的热情吼，咱永靖有真好食的小吃啊，有足高的人情味啊，我非常欢喜来参加咱这个晚会啊。热天的暗暝，会当一边看表演，一边吃美食，又搁会当开讲博感情。这么简单的目的，嘛是永靖共好协会想要甲永靖人分享的幸福感。我们永靖乡共好协会哈，去年才成立，因为魏董事长在一直想要回馈我们整个家乡，所以他就是在我们村长跟理事长哈，大家一起组成了一个共好协会，希望能够来找到各这个社区的特色。然后能够来整个发展整个永靖。主办单位鼎新和蝶文教基金会指出，这场串联公益资源办理的组织社区情感活动，除了向来社区民众热情参与，嘛专工邀请经济弱势家庭来应景动乐。我们的地景艺术大师林顺龙合作，在我们永靖这边有一个5公尺高的一个种子，那借由这样子用灯光秀的方式来呈现一个赏月的一个欢乐的一个活动。那最重要也是我们鼎新和蝶文教基金会魏应冲创办人希望回馈家乡，让大家能够在一个非常舒适又一个有文化的一个园地来进行这样子的一个活动。但蝶晚会会当欣赏各地艺术大师的作品，更有美食会当吃，特别是把永靖的老叶啊当作食材制作出来手工饼，上受欢迎。大众新闻张世良永靖采访报道。好比莲花主会堂第二届母牛杯篮球比赛，两天的比赛刺激又个紧张，讲过了后马上回来。大家好，我是中央指挥中心副指挥官陈宗彦。国内社区疫情风险相对稳定，请大家继续注意疫情的发展，也随时做好个人健康管理。一签收挂号甲包裹时，请一定爱会记哩。第一，请保持适当社交距离。签收前，请会记哩先挂好嘴暗。第二，签收前后，请会记洗手。另外，家己买当准备圆珠笔。也是囡仔来签收，减少接触的机会。隔离检疫期间，请唔通家己出面签收，嘛会使拜托亲戚朋友去代领。请大家做伙来建立防疫安全网络，迈向防疫新生活。要打去练武室打，有线电视 ，video 啊 ，YouTube。只要一台 A1 Box， 有线电视、网络影音，通通都能看。A1 Box 搭载 Android TV， 开放平台应用无限大。0809-009-658，凯擘大宽屏。
OK Google， 播放新闻。OK Google， 今天天气如何 ？OK Google， 帮我叫电视管家。音量调高。帮我找爱情幼儿园。OK Google。OK Google， 帮我叫电视管家。搜寻狮子王。智慧声控大小事，就从看电视开始。现在办凯擘大宽屏指定专案 ，Google Nest Mini 马上带回家。0809-009-658，凯擘大宽屏。OK Google。欢迎回来新闻的现场，我是林桂英。明仔是拜二，嘛是旧历的八月初六。根据通讯记载，明仔在位公伫正北方，好时是早起九点到十一点。另外有啥物代志是要特别注意的，咱做回来关心。秉持着促进社会、用之社会企业精神，新港乡一间海钓场业者是甲直播组林永俊合作，举办着为公益而钓的慈善活动。活动收入过来买上千公斤的白米，发送给合区内面的各收留好家庭、甲中华家扶中心等社会团体。新港一间海钓场的业者秉持着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企业精神，即个甲直播天王林阳俊合作办理为公益而钓的助生活动。那我们今天是为公益而钓鱼哈，由我们林董林阳俊直播天王。不，不用。谢谢我们，非常谢谢林董来特地支持我们这一次的公益活动哈，公益活动。那我们今天所有的对象是我们深港乡哈，深港乡的低收入户，总共有193户哈，这是由我们公所提供出来的名单。还有就是在我们的更生协会、和美家福，还有我们的喜憨儿，还有我们的育幼院的部分哈，我们将以我们现场钓出来的渔获全数捐出去。包场就主要给大家达到娱乐，然后又可以做公益这样。海钓场业者杨佩姐表示，这届真正真感谢林董包场，和着钓客做回来做爱心。海钓场除了一直放鱼，和钓客会当真正享受钓鱼的乐趣，佮加码北澳向往养殖的黄金鲳。目前全台湾最大只的黄金鲳，来，我看到说他海钓场他们本身哈，除了说我们来把收入来做这个公益的部分，然后还特别加码来回馈给我们呢今天到场的钓友啊，我觉得说他是很有这种取之于社会回馈于社会，也很有爱心。那希望说他们今天所做的这个活动能够加惠到我们的低收入户一些需要慰问的家庭。他们举办这个爱心的鱼池钓鱼活动了哈，现场也有我们陈秀宝立委，还有我们这些爱心的厂商，也非常感谢这次我们深港乡各村的村长也一起协助落实，帮忙发放爱心米在各村的低收入户，让我们这个中秋节前还收到一个爱心米，让大家过个好的节日。水星海钓场利用这届公益收入，总共购买要1000公斤的白米，在国川船长的帮忙之下，分散给辖区内各小家庭，已经有193户受惠。剩下来白米也分散到其他的社会单位，照顾需要帮助的人。台中华新闻也奉有新港彩虹报道。合美联华主会堂第二届蜗牛杯篮球比赛伫咧新港各中热烈举行。今年冠军奖金莫讲按30000元，提悬到50000元，吸引全台各地篮球好手来挑战。合美联华主会堂第二届蜗牛杯篮球赛伫新港各中火热登场，来自全台各地篮球歌手聚集做伙，要来争取高达50000元的冠军奖金。开幕仪式邀请高龄75岁高伯徐美玲、议长谢登林，佮关议员郭进杯来担任开球嘉宾。
不牛猪皮哈，咱莲花做一顿哈，啊，咱这个办咱母牛杯哦，希望咱各地的咱青年遐少年的吼会来参加，哦，希望身体健康，哦，啊，第一名的50,000奖金，希望大家拢来领。中华观音会议长谢登林，因为本身就真爱拍篮球，所以也真用心来推广篮球运动。即个看到母牛杯办个遮闹热，伊也提前发声，讲每年要组一队来参加。这个有奖金非常不容易啦，那我们会聚集一个非常豪华的一个啊阵容哈，请大家明年拭目以待的。母牛杯篮球赛一年比一年更加精彩，今年当看到前 SBL 球星洪启超、李伟明，前 ABL 报道梦想家的钱肯尼，球台科技的苏义进，建兴科大简佑哲等球星，厉害球技，让场边的观众看甲一入迷，成功提升地方的篮球运动风气。多中华新闻叶宏武，新港采访报道。9/11大地震21周年了。当年的受灾后，也都来走出全新的人生。南投路过一间种地、做地超过一甲子的老地行，在那当年哦，讲嘛是地震的受灾后。老地行是专工，经在了9/11这一天，来到园林，甲乡亲做伙分享着新的品地文化。庆恩这是啥？泡茶泡到庆恩，但是这个烟雾却是充满地香。有香味哦，很香。特别的味道。唔，那泡茶茶具真流行，饮茶茶杯啊，嘛好亲像是红酒杯同款。这么颠覆传统的饮茶方式，突然已经退休的大兄大姐嘛，感觉确实真特别。喝起来很像那个气泡酒的那种感觉，对，而且有乌龙的香味，说感觉上喝起来真的是很特别的一种喝法，新的饮料这样。既然爱饮老人茶的大兄大姐都会当接受少年人的饮茶方式，少年的消费者当然也认为颠覆传统的泡茶方式确实真有吸引力。它这个比较特别是在于说它是有拥有一个气泡的感觉，跟颠覆了我们完全对茶的一个印象。少年头家讲，厝内茶米店甲茶园是921地当的灾区，按细汉甲阿公爸爸学采茶、制茶，接手厝内茶行成立了后，就来注入少年人的想法，要让饮茶变了更加时尚。我们冲泡方式改变了传统的那种陶朱泥壶的一个冲泡方式，主要也是要吸引更多的年轻人，然后来投入饮茶，然后让他觉得泡茶是一个非常轻松、非常自在的一个冲泡方法。那以玻璃的方式来呈现，是可以完全的看到茶叶它舒展开来的样子。少年人经营老茶行，创新的想法，阁有哪几项？包括甲茶米、甲鸡卵糕甜点合作伙，阁运用冰滴方式，互冰的茶米茶变阁较好啉。种种的思维，确实互啉老人茶变了真无同款。大众新闻张世良、袁林采访报道。秀水乡安溪社区发展协会连续两冬邀请志工来制作这个两人所，甲大家分享。休喘一下，马上回来。开这家咖啡厅是我们全家的梦想，这是我的生财工具。万一有个闪失，我实在不敢想象。自从装了新频道 Home Security 店家防护系统后，24小时的全程监护，让我很安心。即使我不在店里，透过手机店面状况一样掌握得清清楚楚，实在太方便了。台播新频道 Home Security 店家防护，一通电话安装到好，快播0809-009-658。要打7654打。A1 Box 搭载 MyVideo、爱奇艺等 OTT 影音无限看，0809-009-658海阔大宽屏，这个要一起看才好看。
高中华新闻来看，中医慈善会每一年都会来举办爱心送暖的活动。伫咧中秋节进前，全体会员是来到会所集合，将一箱一箱的白米丁生活物资送予鹿港复兴地区的白莲花家庭。一袋一袋物资，浙江真无闲搬上车，准备买甲一寡油、米、泡面等生活物资，送予鹿港复兴七十号社会白莲花家庭。中秋月圆人团圆吼，阮中医慈善会伫每年拢会举办几啊届慰问活动吼，今日所举办的是八月份所举办的秋节慰问。今日有关怀号有做七十号，也感谢咱社会各界吼善心人士，甲咱会务人员会友，甲经庙来提供真多物资、现金、日用品等等。今日吼，阮会分组吼，将遮物资来分送到遮弱势家庭甲边缘户吼，互伊提前来过着中秋佳节。关怀弱势族群，大家做伙来。中医慈善会每年伫咧重大节气，拢会举办爱心活动，甲温情带予需要帮助的人。这份大爱精神，复兴乡长朱文丁、甲鹿港镇长柯志宏也特别来响应，加油打气。我弱势来做一个安尼，即个安秋节的一个慰问，爱当讲吼，今仔安尼参会人嘛非常的多。爱当讲伫只啊手节，爱当来关怀咱地一寡较弱势，会当甲遮物资发送到伊个安手头，互因感受吼，咱地个社会吼对因个一种关爱。送物资吼，互咱即个边缘户甲即个低收入户，因为每一年吼若是即个过年过节吼，咱个中医慈善会吼很贴心吼，很有爱心，伊拢会去想着讲一寡边缘户甲低收入户吼。无法度甲恁同款过着这种过年过节这种气氛，所以讲吼，咱的中医慈善会咱在所谓志工吼准备真侪物资，要来送予咱在边缘户甲低收入户。位于林团圆的中秋佳节，真侪独居长者甲弱势家庭所过着无亲人陪伴的生活。中医慈善会透过会员力量分散物资，表达一份关怀，温暖因的心，也希望将这份爱延续散播到各角落。台中华新闻林桂英鹿港采访报道。秀水乡安溪社区发展协会连续第二年邀请社区志工，特别制作一个两人所送予有需要的社区会员、甲低收入户的家庭以及贵宾，让每一年的中秋节充满着温馨爱心的氛围。中秋节特别到啊，秀水安溪社区发展协会安排志工制作幸福物品，六点钟要包3000粒，大家做伙分工合作。为人做饼皮，为人包馅料，将爱心拢暖入去月饼内底。加上这款月饼，拢是要来分送予社区会员，并甲低收入户家庭的。大家拢搁特别挂上嘴安，保持卫生。专业的听到一点啊，也袂输乎外口的糕饼店。今仔日吼，安溪社区吼举办这做月饼吼，庆中秋吼。首先吼，感谢咱遮志工吼，足踊跃的来透早吼，就来紧来做月饼吼。咱第二年吼，咱第二年吼，办这种活动，参加的人非常踊跃。吼，咱今年吼，会员就是全面拢赠送月饼，还佫有一寡低收入户的吼，咱逐年拢做。吼，咱嘛是继续来做。吼，希望讲。大家踊跃来参加社区所办的活动。中秋节吃月饼是华人传统，家己做的月饼吃了更加安心。社区也借由分享交流，促进大家感情，带来满满的幸福。台中华新闻林桂英、秀水采访报道。来关心客户各菜市场的交易行情。今日的总交易量共有77公吨，平均的价格是每公斤22.6元。继续来看详细交易情形。油菜上价17.2，中价13.5，下价7.5，
个日才上价40.7元，中价26元，下价15.7元，波上价17.7元，中价11.3元，下价8.1元，桥啊上价37.8元，中价25.1元，下价17.6元。花椰菜上价40.7元，中价34.1元，下价21.3元。番麦上价20元，中价19.3元，下价13.3元。包心白鸭上价20.3元，中价14.9元，下价10元。葱头上价26.7元，中价18.4元，下价15元。菜头上价21.4元，中价17.7元，下价11.9元。白菜上价15元，中价11.5元，下价7.8元。火锅上价75.8元，中价59.7元，下价44.9元。冬瓜上价18元，中价14.4元，下价7.9元。说到来关心户外空气品质，中部地区污染物的扩散较歹，空气品质是普通的等级。另外气象方面，受到北方高气压的影响，天气也是好天侪云，日时气温偏高，来到31度至33度，沿海乡镇北方真强哦。中昼过后上大阵风来到6级。以上就是今日的大中华新闻，感谢乡亲的收看，我是林桂英，咱期待再相会。启动 AI 智能防窃，店家安全看得见。 Home Security AI 店家防护是透过 AI 人像辨识、全时录影，让您随时远端监看。您可以在即时影像页面点选不同的 IP Cam 查看不同角度的画面，还可以切换电点同步查看分店的即时状况。当您准备关店或是外出时，记得开启 AI 人像构警，确认即时影像的右上方有出现一个红色人物标示，电点就会进入保全功能状态。透过 AI 人像辨识，即便在光线不足状况下，还是可以精准辨别出是宠物或是人的出现。当店家防护侦测到有人入侵时，除了现场警铃外，透过手机、电话、简讯、APP 推播，告知紧急联络人，让您在第一时间知道告警发生，并于即时影像中确认现场状况。您也可以进入异常告警列表，查看图片与60秒的事件录影画面。Home Security AI 店家防护提供窃盗损失补偿。若您真的不幸遇到窃盗造成损失时，公司会依照您申办的方案评估补偿。现在就加入 Home Security AI 店家防护，给您最全方位的保障。
想要业绩长红，想要盈利翻倍，开拓新频道广告脱播，专业的影像制作团队提供最多元的曝光平台，让您财源滚滚发发发。直播专线04-711-9440，711-9440。